本来他就有，因为我刚刚有讲过，他原来的位置就是在700的位置，所以呢700的位置哦，他已经再加上250，那就会太偏这个太偏右，所以呢我就再把它什么减掉450，那以此类推啦，最后就是如果这个数字如果是2的话，那它减再来就12的话减掉1的话，那 mod 之后就是以1加上1的话就是2乘上250，那它的位置就会往这个方向，一直往这个方向去移动，那这个是有关 left 的一个坐标位置，好，我得到之后的话，那再来的话就是 top 的位置，那 top 的位置的话我原来的位置是300，所以呢我原来的位置在300，就是距离这个往下大概是在300的位置啊，那我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它减掉1之后呢除以5加上1，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先把自己本身，如果第一次的话是0除以5还是0，那加上1的话它会有一个250的位置，那也就是往下，那第二次的话呢就是2减掉1的话，那这个地方再除以5最后再把这个值，那特别注意就是先减再除最后再减掉300，好，那它这个位置的话会一直往下了，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这个我再把这个位置整理一下，因为这公式有的时候踹出来之后这个位置还需要再那主要就是说呢我们要让这个坐标位置要让它增加的话，那必须就是让它这个 left 的值呢一直在增加，那往下的 top 的值呢也继续在增加，那增加的公式的话呢，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好了。